生死战，中国女篮决战澳洲，许利民165分敲山震虎，日本诡计破碎。大家好，我是胖周，欢迎大家来到本期的胖周聊球。那么视频的开头，还是烦劳各位球迷朋友能够给胖周的这条视频呢点点赞，您的点赞将会让更多喜欢中国女篮的球迷看到胖周的这条视频。那么咱们言归正传，聊一聊在今天晚上就要开打的一场亚洲杯女篮的生死战。咱们中国女篮将会在今天晚上的21点迎来小组赛第三个对手，是澳大利亚女篮。那么这个对手呢，目前跟中国女篮一样，也是取得了亚洲杯小组赛的两连胜。那么同样在本届亚洲杯一共八支球队里边，再加上 A 组的日本队，他们是卫冕冠军，也是取得了两连胜。仅有的这三支球队取得两连胜，将会成为本届亚洲杯的最大的争冠热门。那么最为微妙的是，中国女篮和澳大利亚女篮在今天晚上这场较量，谁赢球谁就将会提前锁定小组第一，并且能够锁定一张半决赛的门票。因为呢，按照这一次亚洲杯的一个赛程赛制的一个晋级要求来看的话，只有两个小组的第一名可以直接性的晋级到半决赛，虚位以待。那么剩余的两个小组的第二名和第三名将会进行一个相互的交叉淘汰，胜者再进入到半决赛。所以说今天晚上这场球对于中国女篮来说将会尤为关键，我们一旦拿到三连胜就可以提前锁定半决赛的门票，但是我们一旦输球就将会以小组第二小组出现，届时呢我们出现之后还需要额外的多打一场附加赛，跟 A 组的小组第三打一场交叉的淘汰赛，赢者将会晋级到半决赛。虽然说我们打 A 组的小组第三也是非常的轻松，肯定是一场大胜，但是对于中国女篮来说，我们不想要再多打这样一场附加赛去消耗我们的体能。因为这一次女篮亚洲杯整体的赛程赛制非常的紧凑，我们目前小组赛前三天打了三场比赛，所以说呢体能消耗一定是非常巨大的。尤其是前面小组赛大家可能看不出来，打到后期随着比赛难度不断增加，对手越来越强，你的体能将会是能否取得比赛胜利的一个致命性的因素。如果说我们打半决赛之前提前再多打一场附加赛的话，那么中国女篮我们的体能将会在半决赛遭遇一个极致的考验。而且我们即使是完成了小组晋级，对吧，出现晋级，那么我们在半决赛遭遇的对手大概率就是日本女篮了，对吧？我们可能不能等到决赛再碰日本，我们半决赛就提前遭遇日本，这对于中国女篮来说我们也是不想看到的。因为我们必须承认，日本女篮目前他们的综合实力是亚洲最强的一支女篮队伍，刚刚拿到了奥运会的亚军，目前来看他们也是过去连续四届女篮亚洲杯的冠军，他们已经实现了四连冠了，今年他们也是希望能够拿下五连冠，但是许利民绝对不会答应，对吧？许利民就是要率领中国女篮我推翻日本女篮的四连冠，而缔造一个属于中国女篮新的王朝。虽然说这一次我中国女篮缺兵少将，像邵婷、李梦等几个主力都没有来，但是中国女篮整体表现出来的战斗力、求胜的欲望还是很强的。而且呢，此前日本女篮想要跟中国女篮拼净胜分，是吧？想要看看谁赢分赢得多。但是呢，第一场比赛日本队赢了90分，我们赢了91分，就是比你多一分。那么第二场呢，日本女篮一共仅赢了新西兰12分，但是我们中国女篮赢了74分，对吧？赢了中国台北74分，两场比赛我们足足赢了165分啊。那么许利民用这两场比赛的双响165分足够敲山震虎，告诉每一个女篮亚洲杯上的球队，你们跟中国女篮拼真的是眼下拼不过的。那么通过这样一个165分的双响，也是告诫日本女篮和澳大利亚女篮，这一次比赛不要小瞧了中国女篮，我们即使是缺兵少将照样能够把这两支球队斩落马下。那么同样在今天晚上这场比赛，大家都知道 CCTV5 央视体育频道也将会进行一个现场直播。此前我们跟澳大利亚女篮在奥运会时期呢也是有过交手，我们在奥运会的小组赛击败了澳大利亚。那么如今来到了亚洲杯赛场上，我们也希望借着这样一个良好的势头，完成对于澳大利亚女篮的一个双杀。双杀完澳大利亚，不仅提升士气，而且可以提前的锁定一张晋级半决赛的门票，更有希望让澳大利亚和日本女篮在半决赛，是吧，去捉对厮杀，我们呢就可以坐山观虎斗了。那么届时对于中国女篮来说，我们是坐享其成。所以说今天晚上这场与澳大利亚女篮的大决战，看似仅仅是一场小组赛的最后一场比赛，但实际上却是一场决定着中国女篮我们在本届女篮亚洲杯争冠生死命运的一场分水岭式的比赛。我们也期待着许利民能够率领着他的这11员虎将，尤其是他的麾下两大超级王牌李月如和韩旭超级双塔，能够关键时刻挑起大梁，击溃澳大利亚，豪取三连胜，咱们提前的晋级半决赛，我们也是共同的拭目以待吧。好了，那么本期的胖周聊球咱先聊到这儿。喜欢胖周的别忘了点关注，胖周我天天陪你聊段球。